已经闻到茶厂的香味了，进车间了。嗨，嫂子，你好。啊，我说已经闻到这个香味了。啊，我看看。老邹。哦，下了新的设备了哈。 那个尾调扫去探亲，啊，哎呀，好香哎，已经闻到香味了，好香。做茶喽，做茶喽，这是紫笋茶，现在做的是紫笋茶。 这是长兴巴都卡方义村的，我现在是往茶山上面走，现在这儿弄得还挺好的，改了很多。好，我们从这儿上去看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人在采茶。 闻到了桃花的香味，啊，我们可以看看，今天早上有，这是露水，看看其实，茶芽还不是很多。 看这个茶芽，至少还得3天才能采。啊，听到山上有人在说话了，啊，我们上去看一下。哇，都看不到人啊！ 草原里边种的菜，现在是油菜花开了。哇塞，这是，这是采茶的人中午带的中午饭，有点累啊，哇！ 你一个人上来的？啊，对。你这么厉害，你看这上面有人采茶了，你就上来了的。我这儿很熟悉的。啊，这里很熟悉的。啊。今天来的。今天露水太大了。那你们为什么不等一会儿再采呢？对呀，等一会儿呢，时间没有了呀。哦。这就是采茶又抢季节哈。对呀，采茶又季节，那等露水干了嘛，那个茶就。 时间采的少了嘛，那个茶叶也采少了。这都是你们家的茶园？这是我外甥家的。外甥家的。我们是帮忙采的呀。
啊，你外甥家的。他们都开农家乐的嘛。啊。他这个茶不带药水的，都是采了自己吃的。啊。我看看你的那个拍那个采的那个。哎呀，我们采的蟹。啊。哇，从北京过来。从北京过来的，哎呦，那都是稀客嘞。 稀客，是北客，<笑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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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北客，<笑
农历二十九，正月二十九才在县城来，没有停完。哦，下雨都采完，没有停过完。农历二十九就是三月十几号吧？啊，十二号不得十三号，大概是想的那个是。鸟语。 我现在是在浙江长兴巴杜卡的茶园，来，我们看看这个是茶树，然后这个底下呢种的是马铃薯，就是我们说的土豆。其实，在长兴的茶园很多是这样的，啊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个茶树，也是基本上没有修剪。刚才采茶的告诉我。 啊，他们这个茶树也是不打农药，然后施肥呢是的是蔡炳飞，他们自己就是，主要是做农家乐，供他们农家乐的来的客人去喝。哎，现在空气很好，我对面是东，背后是西，整个阳光。 照在这片茶园上面啊，感觉是不是特别好？站在这儿我有点居高临下的感觉，君临天下。我们可以看到茶园中间，它是种了很多其他的植物，啊，有哦，这个是杨梅树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是杨梅树。嗯，他们这儿茶园也有一些是，果茶建种的。 这是杨梅，然后那边还有菜，还有马铃薯呢。这底下的，哦，这是补的小茶苗，这是补的小茶苗。我们可以从上往下，看一下，然后再可以看看整个茶园的，能看到哈，整个茶园哈。 这就是茶农采茶的山路。采茶的工人告诉我，说你下山要小心啊，抓住茶树就不会摔跤啊。啊，看，这就是采茶的路。